节来带大家到意大利南边的小岛西西里。西西里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拥有乡村风情哦，它和米兰的时尚之都，还有和那富有水都之称的威尼斯，还有充满许多观光客的比萨斜塔，都有不同的风情哦。那边的音乐啊非常的优雅，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早晨再来杯咖啡，好惬意哦。说了这么多，杰都忘了我的菜已经点好了，预备要去享用咯。翘，嘿，等等我耶，杰儿人客啊，啊，我现在吼来到这个明华路上的意式料理餐厅哦，温馨又舒适的用餐环境，开业满五年，每到用餐的时间哦，总是吸引许多老饕登门享用美食。这个关键就在于老板娘与主厨的用心与创新，让菜色不断的推陈出新，而备受好评哦。哇 ，amazing！ 观众朋友们看到没有？吉儿今天点了这么多道菜，就是要来大家好好品尝一下这边最有创意的创意料理啦。首先，我们邀请到最帅的帅哥阿宏。阿宏，你们这间店的东西超特别的，对不对？每一道菜啊，里面都有很多的小秘密，等一下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吃一下你们清凉的沙拉。听说这个酱超有名的。对，它，这个沙拉是由我们自己所酿的梅子醋下去做的梅子酱，然后淋在我们的美生菜跟罗曼生菜上面。我们生菜都有经过一定的脱水程度，还有一定的冰镇程度，然后撒上少许的葡萄干啊，以及我们的胶类，然后形成这道我们的沙拉。它吃起来超香甜的那个酱，我觉得它只要加一滴，那整个沙拉的味道都不一样，就像跟我们外面吃的譬如说凯撒沙拉或千岛酱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的酱，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用的醋跟外面的醋完全不一样，我们醋是自己本身自己酿的，而且我们尝试过好几种方法，甚至有酿过香蕉醋等，然后觉得我们的梅子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而且比较特殊一点，比较开胃，对不对？像一开始吃沙拉，然后待会再吃这些主餐的时候，你的胃其实已经开了。对，待会再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吸收，对不对？而且那个梅子酱真的很香，它是那种果香甜甜的，就跟外面的沙拉酱很浓稠的感觉是不一样，吃起来非常的清爽。接下来呢，开胃菜，噔噔噔噔，大人小孩都爱的薯条，那些薯条啊，上面布满了超多焗烤起司，哇，你看。这起司好浓哦，嗯，那马铃薯好香哦。对，而且通常这种焗烤的时候烤的话，那个马铃薯会被闷的有点烂烂的。可是为什么还这么脆？因为我们经过180°C 的时间下去烘烤，就烘烤三分钟，然后下去再用烤箱下去微微烤一下，大概烤了2分钟左右，所以它外面未呈呈现酥脆的感觉，然后外面是一层是干燥的。对啊，外面有那种焦香，可是咬下去那马铃薯还是就是很鲜嫩、很软，对不对？不会说烂烂的。它会外酥内软。对啊，而且起司好香哦，起司好好吃哦。哎，再来呢，这一道，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特别，可是其实我猜不出来它是什么耶。它是红鲟。红鲟哦。对，在外面我们称软壳蟹，它是一只螃蟹正在蜕皮的时候，然后我们把它直接抓过来，由于它正在蜕皮，所以它外壳是软的。所以这是用炸的手法去对，去烹调的吗？对，我们外面还会裹上我们特制的面包粉。哇，你看看里面有没有看到那个白白的鲜肉啊，一层一层的在里面，好香哦！而且这闻下去，那个粉好像跟外面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是用什么面包粉哦？面包粉，然后再加点我们的坚果，所以你吃的时候，等一下会有坚果香。真的有坚果香哎，那个坚果香好特别哦，因为那个粉皮在外面酥酥脆脆的，这样吃起来啊，跟里面的肉合在一起，里面的肉很鲜美，然后白白嫩嫩咬下去，真是外面很酥很脆的那个坚果香，刚好把那个肉的甜味一起带出来。对，好特别，而且它吃起来很松软，不会像那种炸过之后太脆，然后咬下去一咬就是那种破掉的那种脆感。它是很松软的感觉，吃起来很实在，而且它不能用高温直接去油炸，嗯，对，不然的话它油分会直接缩进去里面，这样的话它的整个脆度就会完全不见了。好特别的香味哦。那这是炖饭吗？对，它的炖饭有点粒粒分明，
就是吃到嘴巴里面啊，是软可是不烂，软而不烂。而且我们炖饭还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炖饭是用京都长米还有我们自己的泰国香米下去做的，用1:1的比例下去做，然后我们是鹅肉煸炒，再加上一点我们葱，还有我们自己特秘密武器就是葱油。好葱油哦！我们用5种东西下去炼制，好特别哦！而且外面的那个青酱啊，有些你吃久了会比较腻，对不对？对，比较浓稠。可是你们的不会，就是很顺口。因为我们酱打得特别的浓滑一点，不会像外面的酱都打得很粗，而且我们的九层塔的比例会放得比较高一点。嗯，好棒哦！所以你们这间店呢，最有特色的地方在哪边？现在坊街意大利面店这么多啊，那你们的特殊的手法跟你们这间店最招牌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们招牌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比较推荐的两道菜是我们龙王蟹肉蛤蜊炖饭。龙王蟹肉？对，还有我们的南瓜海边五花面。我们先讲我们的龙王蟹肉蛤蜊炖饭。我们先来试试看。龙王蟹肉，所以这里面是有加蟹肉。哇，我看到了这蟹肉。然后满满的蟹肉跟一些蛤蜊。然后我们的龙王蟹肉蛤蜊炖饭，大家一定在想龙王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香哦，就是闻到那种海鲜那种海洋香香的味道。对，龙王就是我们龙王酱。你知道龙王酱是什么吗？要怎么做啊？因为我们一般比较高级的饭店，他们都是用龙虾壳下去熬，但是我们觉得龙虾壳它的胆固醇本身也太高了，所以我们改用虾壳，而且虾壳一般我们做起来会比较浓郁一点，所以你吃起来就是满满的海鲜香。上面你看那个蟹肉很多，然后蛤蟆蛤蜊也很多，而且它那个饭里面真的是就是充满那种海洋的新鲜的味道。而且我觉得你们的饭粒真的很特别，这炖饭的那个饭粒就是你只要放在舌头底下含一下，它就会慢慢这样融化，就是很绵密很细致。就是我们比例上面的问题比例上面有做调整，对不对？对。而且这海鲜好香哦，这蟹肉啊咬下去很甜哎。因为我们下去还会一起跟我们龙王酱煨一下，所以它本身也会完全吸附我们的汤汁。对啊，吃了那个炖饭之后，那个龙王的那个香气在那个饭里面，然后再配上海鲜，像蛤蜊或者是蟹肉，像吃下去超对味的，就是那种清清淡淡，然后又有一种甜甜的香味，对不对？所以你们这间店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你们的酱料嘛。对。所以阿宏刚刚说还有推荐的这一道菜是，对，这是南瓜手边寒天面。寒天面。对，这比较推荐给女生吃。怎么会叫做寒天面啊？第一次听到哎，好特别。寒天面就是我们一般外面讲的菜，但是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寒天。它吃起来会比较有饱足感一点。嗯，而且面条好 Q 哦。对，是手工自己做的吗？没错，这是我们手工自己做的。吃起来咬劲完全不一样哎，它那个面就是吃起来不是咬下去不会有很多那种面粉的那种沉淀的那种感觉，它咬下去是很 Q 软的。那手工这面是你们老板自己做，这样子做面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呢？对啊，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东西主要是呈现给客人吃。而且我觉得老板他们超贴心，你看像这个虾啊，都壳都帮我们剥好，就是我们都不需要动手，直接这样子吃就可以了。哦，而且这道南瓜很香甜哎，它的南瓜酱你们是用自己打的吗？现成的南瓜直接打的吗？对。它的酱吃起来很香甜，然后再配上那个寒天面手工做，搭在一起根本就是绝妙的味道，好香哦。这道菜啊，我有没有看错啊？这是咸蛋吗？对。为什么意式料理会有咸蛋？咸蛋这个东西。这是我们自创的。哇，好特别哦！怎么会用中式跟这个西式的餐点做结合呢？我们在尽量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做结合，因为鸭蛋这种东西，我们一开始也想说不可能，但是我们后来下去直接做的时候，发现其实味道还蛮不错的。虽然跟青酱比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直接搭配奶油的时候，其实它的咸度啊没有那么死咸，它是完全融入它的奶油里面。对，因为其实这跟青酱是完全 不同的东西，没有办法做比较。因为它的奶油的香气呢，一般如果我们吃奶油意大利面会比较浓稠，那奶油有时候会比较腻一点，可是配上这个咸蛋，那慢慢的香气会被带出来。对，
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真的很特别，而且我们有些老饕啊来这边都会固定会点这道菜。哇，所以你们就是很多顾客就是冲着你们的美食而来的，对不对？没错。而且你们家我觉得除了你刚刚说到那个酱料特别之外，我觉得你们更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会创意料理，就是你们把一些中西式的东西结合，就是坊间外面别间店吃不到的东西在你们这间店可以找得到，对不对？对，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也是在尽量的不断的创新，就是往更好更高的目标再继续找，然后希望让顾客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美食。这是我们飞碟面饺，它也是用奶油下去做的，它好大颗哦，所以会叫飞碟面饺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的外形就是很像飞碟？没错，就是圆圆的，然后扁扁的。飞碟面饺是我们手工下去做的，它里面啊主要有起司跟很多种菇类，尤其是杏鲍菇，我们切了一整袋，很大袋一包。好特别哦！所以你吃的时候会吃到整个很浓郁的香菇味跟它的起司味。对啊，而且里面的蔬菜就是切的细细的，好顺口，而且这个面饺好特别，就是跟水饺那种吃起来的口感又完全不一样。对，而且它吃起来比较不会腻。对啊，它的面皮是比较薄的那种，不像水饺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的。对，所以这吃起来是比较香。好特别哦，杏鲍菇超养生的，那个味道吃下去很香。我们蘑菇也有加，也有加蘑菇。对。再沾上那个奶油酱啊，奶油酱跟里面的那个蔬菜啊蘑菇结合在一起，好棒哦！这根本就是人间美味。意大利的美食，但是又有创新，就融合我们中式，那符合台湾人的口味。那我相信 这些特点呢，都是他们这间店最厉害的地方。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吃这种非常悠闲的意式料理，然后呢来这边呢就可以见到我们帅哥阿红，还有我们热情的老板娘，记得要过来哦。